可以从大家网页里面做出太多的实验，就是不知道哪些东西花钱比较好，所以你可以听意见。对，你可以上，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做那个，大家都可以公开去看。我们在 code.google.com/p/mozgw-web， 或者你在网络上面查 mozgw-web 就可以到这里来了。那你没有 bug 啊，就是 issue， 你可以自己去 new 一个 issue 出来，就是关于这一点。那发展那个部分麻烦选 GSX 计划，因为目前这个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做内容的，就本来公司是抓我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大家注意没有了，因为我们懒得想去名字，所以就选了一个风格了。那大家可以自己就上去有上一些新的 issue， 然后或许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意愿自己负责，然后自己干嘛的话，那也很好。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想法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说，我做了一点音乐，为什么不把电话去接？昨天刚跟一个朋友聊天啊，他说他很想用 Firefox， 然后 Firefox 抓起来之后，现在他完全不知道该下一步。哦，好，我懂，这个我们是不是最近在改进这个问题？就是。其实你知道吗？你进去 Firefox 安装完之后，它有一个叫 First Look， 就是安装完以后一开始会有一个网页，然后告诉你说就是欢迎使用 Firefox， 然后下面有一个什么新手入门，然后有什么，然后如果你下去看，还有很简单的图跟影片的说明文件。好，那所以说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的，大部分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预测说，那他其实就不会看，对，他其实就不会看。好，所以怎么让那个东西更显眼？好，这是一个，怎么让那个东西更显眼？因为如果你不能让那个东西更显眼，说实在，我们就要怎么办呢？对，难道让每个人去带着他教他吗？好像也不是这样吧？对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可以自己去，就是如果他自己有能力，他没有办法去做到。那所以怎么让那个东西更显眼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，当我下载的时候，现在它是中文的，但以前它是一直都是英文的。以前你这个下载按下去的时候一直都是英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页会找到摩斯亚去，然后摩斯亚的那一页 landing page 是英文的，那你会说那我怎么翻呢？答案就是我们几百年前就翻给他了，但是他一直不放，哦哇，我放走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也没有法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别的方法，然后把 landing page 改成我们自己的，他最后还是找上他那个去，因为。之前要找到他上面去的原因，是因为要让他计数量。那为什么要让他计数量？因为就是小的私心觉得，如果让列区要有这个 field 充多一点量，在他们那边组织充多一点量的话，我们会比较被重视，亚洲的声音会比较被听见。因为麻烦是在说，你看他们设计，他们提了很多 idea， 全部都是他们西方人提的，全部都是西方人提的。那不然为什么阿布啊跟那个白马都不好进来中国要做工作吧？因为都是希望提来的，一开始就。但是我是想说怎么让它平衡？那其中一个指标可能是下载量啊，我就当时就把它转过去。但是后来一般说像这样都被他们控制在那边，所以后来并就那个两页，然后让他说一方面可以让他那边计数，然后二方面是我这边也有让他们可以去那。这样会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 landing page 你要放什么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行销的议题。landing page 你要放什么？新三色。啊？新三色。新三色，好，这可能是一个想法，就是什么火狐阵营，对不对？啊？有没有想法？我可以先告诉你说，我们目前放的东西是失败的。那。放这个东西是 Tim 在跟我争执一个东西，他说他觉得摩斯亚那边放的是说安装那个宇宙的情节，那我那时候跟他讲说，我觉得我们至少先放一下安装宇宙情节，他说我觉得人家不会看这个东西，好，我说好，那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吧，那试试看说你放这个节目会点，他是一个名次大概40000多个下来，里面只有400多个人点了任何一个连接。重复连接会计算，所以可能那400多个连接是同一个人去点的，不同的人。所以答案就是这可能不是成功的。
而且如果你想要放更多资讯在这一页，让它点过去看，可能也会失败。所以这一页要放，就跟你说的问题，因为他可能不会看，他可能在等下载，或者他可能不会看，那就这一页要放。啊，这是我们在想的问题，不过没有解答，目前没有解答。
没有啊。